21天，带你学习羽毛球基础知识，爱上羽毛球，跟着红油体育一起学习羽毛球。21天后，我在红油等你来挑战。同学们好，今天我们要练习的动作是反手颠高球。下面我做反手颠高球的动作示范。下面我们讲解一下反手颠高球的动作要领。首先我们需要运用反手握拍，然后右脚向前跨出一步。在进行反手颠高球的时候，我们要充分利用大拇指的前顶发力以及小臂的外旋动作，这样有助于反手颠高球的充分发力。今天的动作讲解到此结束，小朋友们记得观看我们屏幕上的训练内容，然后要完成我们的课后作业的训练哦。